妈。哎呦，好了没嘛？我刚买了小点心回来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彤彤姐姐，我们跟某某约好要去公园玩，我们已经迟到了。这样啊，那你们赶快出门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外面有点凉了，你们最好加一件外套。外套就是外套啊，现在外面有点冷哦，要出门最好拿一件外套。哦，好，我们知道了，那我赶快去拿外套。外套，外套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等一下，亮亮，你拿的这件是伞，不是外套哎。伞就是上衣啊，你看。真的哎，亮亮。对不起，那我再进去拿。哦，亮亮真是粗心哎。亮亮，你快一点！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哎，亮亮，你只有拿一件外套啊。你跟小蜜两个人出去玩，当然要拿两件外套啊。你又忘了拿哦。那我再进去拿。外套，外套。外套，外套，小蜜呀嘿马给，那是外套。天气变冷了，要穿什么呢？要穿外套。伞，上衣，伞，上衣。今天要穿哪一件才好呢？穿伞吗？我知道穿伞吗？可是要穿哪一件伞？黑色点点那件伞，那是点点的。外套、伞，这两句客家话学会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张来亮。